不是吗？甜蜜吐司，早安。不是，靠，等等，你这样根本就不像啊！神拜，这样不行吗？完全不像啊！态度、语气、做人、长相完全不一样啊！再说一次，你模仿是谁？呀，不是，你怎么骂人啊？没有啊，我哪有骂人？我就是模仿呀。哎，这样对神麦太失礼了，我没有看过态度这么差的兄弟，模仿根本就不像啊，长那么丑又长那么老，你知道了神麦太失望了。那现在是怎样？不是，不是那个意思。Bruno 模仿小教室。神麦，那到底要怎么样模仿 B 啊？哼，傻瓜，这支纪录片重点根本不是 B， 而是吸不缩水，一敷搞定。浓润 Q 动感水样质地，缺抢救缺水粗糙肌肤，夜润肤超能水倒膜，就在我们的对话中已经置入完毕了。那现在要干嘛？不然我们来留校好了。Hello No 访谈小教室。那现在做网路，假设是直播好了。台哥不好意思，谁啊？喂，哦，厂商哦。对。哦，好，拜拜。怎么了？哦，没有了，厂商还要继续拍，但是不用担心，交给神拜吧。又睡着了？有事吗？没事。晚安。神拜，这样真的 OK 吗？放心吧，雪弟，神拜罩着你。真是太感人了，神拜，那我以后还可以问你支付的问题？当然可以，有就交给。等一下，喂，哦，厂商，厂商又急我们，